哦，我们不是美食家哦，就是别人可爱家。好的，快点。你好。你为什么试这个？我觉得你那个东西很死。我不加灯光也成，不加的。加这个呀。你先喝这个，有没有加酒？我怕这样会晕死。点高了。你干嘛？你都没有损失啊，然后围肉，然后围肉。对啊，就是等你困啊。你们好像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点。骂什么？看别人家在骂什么吗？骂什么？看别人家在骂什么吗？我觉得我们要再去补拍一次那个。拿坏了，他那个僵尸都在下面，我有点小了，你就说一整天的我们都没有吃这一餐啊，叫妈妈一说叫两三碗可以看一下，中午的菜单跟晚上的菜单是不一样的，他中午有油油面，只要我们这边拍也是没人讲话，我们就一直拍。我可以吃，可以吃。对啊。小姐，我可以带一个粉汤吗？带一个吗？对。对。小的。大的还是小的？小的。小的好吗？啊，这个是干的，大的。啊，小的。粉汤。对。谢谢。
鱼要被我吃完。我们现在是要做大胃王。我从还是将炖都吃完了。哪会啊？不是现在都吃完了。我也，那碗大呢。就是大胃王可以养中啊，来了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整个加汤版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吗？不是，你应该要叫海产中文。啊，这有补汤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要拍手机。虾子都给你了。嗯，我也是。包括我上次就是吃他那个龙泉的，每次吃完眼睛就会脏脏的。嗯，对。很好吃。还会有？一直啊。这边有红帽。是比较清淡，因为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，像我们不是那么油，万丹的就是。堆料，它就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它满满的笋丝啊，鱼比较鱼味就比较重，它就比较清淡，比较平和。它鱼腥味不很重，又很清淡。可是我刚刚吃的那个感觉有点咸，其实我鱼本来就是咸的，因为我们都吃生的。我们是吃鲑鱼吗？不是那个。你是习惯吃那个生鱼片的口感，或者是吃这个？别盖。点子。开始，就这样。OK。OK。来帮我们叠。叠起来，实在好客户。嗯，什么？倒出的。我们不是美食家，就是跟你开玩笑。我们现在已经见了。好了。